一个人。一个人。是。Korean。嗯。Korean。不是不是，不是对岸的，对岸的。哦，对岸的。对岸的。这张票可以参观三个地方。好。红毛泉、小白宫、护卫炮台。谢谢您，谢谢。然后你可以到我们右转第一间主客中心去拿取地图跟简介。OK。谢谢，欢迎你。谢谢谢谢。您好，地图。是是是。您是要哪个圆的呢？中文就好。中文的话，这个是地图。然后您的票一定要先收好哦，因为红毛城已经不用看票了。哦，已经不看票了。是的，是的。Okay. 然后您待会还有小白公司一样从这个门出去。OK。然后往您知道方向吧？哈。大概。大概哈。然后护卫炮台大概是、嗯、它是这个方向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。所以这个票是这三个地方。对，然后今天到五点，下午五点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客气。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都超好的。果然是不虚其名。经常分享在台旅游影片的 YouTuber 曼谷猫日前到淡水的红毛城、小白宫和护卫炮台参观。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对曼谷猫的态度相当亲切，贴心的服务令他不禁大赞。台湾的待客之道不虚其名。真的。这张票可以参观三个地方。好。红毛泉、小白宫、护卫炮台。谢谢您。谢谢。然后你可以到我们右转第一间主客中心去拿取地图跟简介。OK。谢谢，欢迎你。谢谢谢谢。您好，地图。是是是。您是要哪个圆的呢？中文就好。中文的话，这个是地图。然后您的票一定要先收好哦，因为红毛城已经不用看票了。哦，已经不看票了。是的，是的。Okay. 然后您待会还有小白公司一样从这个门出去。OK。然后往您知道方向吧？哈。大概。大概哈。然后护卫炮台大概是、它是这个方向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。所以这个票是这三个地方。对，然后今天到五点，下午五点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客气。字很漂亮哎。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都超好的，果然是不虚其名。你看有很多的国旗啊，第一面就是西班牙、荷兰，哦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是象征了台湾的这各种时期嘛，啊，最早是这个西班牙，然后这个是荷兰，啊，然后正式，然后这面是。大清，这是大清，英格兰、日本、澳洲，所以这里是做过澳洲的那个使馆吗？然后是美国、台湾，啊，好像台湾说是国民政府是最后接手 ，OK。所以其实你看它这个国旗摆放的顺序啊，都是有讲究的。这上面有写红毛城九面旗的故事。哦，说实话这个房间先不说怎么样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外面的阳台这个景是真的是很棒，从这里就远远望去就是淡水河。然后大家也是同样没有电视，坐在壁炉前看画。这个红毛城参观完，然后现在去白毛城啊，不是那个小白宫。刚刚我问工作人员，他说那边的夕阳非常的漂亮，趁着太阳落山之前赶快去看一下。いや、誰もいない道です。这里跟中国蛮像的，就是这个围墙上面会插很多这种微薄的玻璃瓶啊、钉子之类的，为了防止人家翻墙。淡水真的这边。随便拍都很好拍耶，到处都很美啊。而且问题是没有那种啊到处都是游客的感觉，完全不会，非常安静。你看我虽然是在外面，
但是我讲话都不敢太大声，因为怕破坏了这种安静的氛围。台湾日日新报，なんですかこれ？昭和十四年，就是我出生之前的四十多年。虾米声？其实现代人如果知道小米森是用什么做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想碰它了。据说这个小米森呢，是用那个猫皮制成的。如果放到今天，会不会被动物保护协会骂死？哦，这下面其实都是被粘住的，我觉得还是不要碰比较好。宅院真的是风景非常好，而且现在建在这个淡水河的边上啊，淡水河的风景尽收眼底。如果现在谁的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宅院，不知道要卖到多少钱。小白龙，小白公，要跟你要超车，要就排第一个，好吗？我们要独有，好吗？身体记得。我们过完了。这里边冷气就没有那个红毛城那边的足。虽然也是凉快的，就是了。不过那边就是能够给你迅速降温。No， 我是来参观的，不是来吹冷气的。OK， 模型那灯光打得很有水平，正好是应该是夕阳照过来的这个方向，然后打这样射上去，哎，不错哎。美照。哦，所以这边会有那个花火大会，哎，小白宫大世纪，哦 ，OK， 那字太多了，我回去慢慢看啊。这个夕阳差不多是斜45度角左右照过来，照到官邸这样子。再晚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是会，一定会很漂亮那个夕阳。下午去文化馆阿给的时候就经过过这里，当时就有点気になる。双麒麟，什么是双麒麟？手工煎饼。妈，哦，那还有什么？我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什么都没有。这手工煎饼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OK。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可惜了。啊，好细啊！但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台湾以后可能我真的会想是经常来的一个地方，很棒。